嗨，浪姐来麦，欢迎你们回来我的客家课。你好，我是阿峰。以下的影片会教你说好客家话和广东话。相信你们多数都有看香港电影或者是连续剧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一定你们还没有出世，或者不是地球人。要说好的哈嘎哇叫客家话，说到胡真呢就叫哈新颖，要说好的粤语叫广东话，说到不真的话就叫煲冬瓜。其实他们的意思和语言都很相似，不相信的话你继续看下去。 OK， 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影片吧。喂，怎样啊？娘病哦，娘病哦。哇，今天就靓爆镜咯，竟然而贵货都蛮靓，竟然而贵货都蛮靓。等阵去边度 hea 啫？等下戏冷了，等下戏冷了。Hello， 阿 Jack， 其实都有说出来的话比较有煽动力。唔系嘛，又讲呢啲，唔会啦，要讲老跳，唔会啦，要讲老跳，我都唔信咯，挨唔信，挨唔信，唔信你又问，你们上气啊？你们上气啊？哎呀，同我驳嘴，系哦，后电嘴哦，系哦。有点醉哦，说话带一点夸张的表情会更有地道和味道。哇，条女好熟哦，喂，条服是暗亮哦，喂，条服是暗亮哦，靓女方不方便抽个牌啊？不是，方不方便抽下号码吗？不是，方方便抽下号码吗？你收爹啊，你小心啊，你小心啊，你同我烂丝夹路啊，老系灰烟啲，老系灰烟啲，惊你有牙，惊你冇牙，惊而忙啊！你选老几啊？你叫老毛，你叫老毛，我想打搅你。真定假啊？真系假哦？真系假哦？你讲咩啊？乜鬼啊？讲多次，乜鬼哦？我听唔清楚，乜鸡嘢？好想打救你，好想甩你啊！你点解学我？做乜而学你啊？学你咪学你咯，想择日子啊？行咗咗唔少，看下打先啦先。系咁啦，系阿勇啊！我明明不要靠脸的，但偏偏要脸的 ，Mr. 帅。知道我在模仿叔叔吗？如果知道的话请留言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希望你们有学到东西了，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留言。好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嘿，安妞啊。